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名字当初是谁给起的？你妈张文啊，她说她最怕冷，给儿子取个名字叫阳光，每天抱着你啊就暖和了。可她抱过你吗？你一生下来，每天除了喂奶，她躲你远远的，看都不想看你一眼。尤其是你一哭，她呀，都躲到门外去了。 嗯，他走了以后，那段时间爸爸是不是也很少回家？好像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天天是住在工厂里啊。我那可怜的哥哥呀，被自己的老婆甩了，脸上无光啊，就不敢回家，怕街坊邻居看见，戳他脊梁骨，在背后说他闲话。除了这个原因呢？ 会不会是他也不想回来见到我？光光，你可不能这么想。你爸是真的没辙呀。他可在意你了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理你呢？对吗？这大老爷们儿啊，就得在外头忙事业、忙工作啊，哪有的天天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的理儿啊？啊，要不是你爸辛苦。 你和你妹妹能顺顺当当的考上大学，你现在能这么出息啊？啥？自打张文走了以后，你爸就把你交给了我和你姑姑，因为他知道我和你姑姑能把你带好。光光啊，你爸虽然走了，你可得念他的好。他这辈子多不容易呀！ 啊，因为他怕有了后妈对你不好，他压根儿就没想过再婚。光光啊，你爸可是最在意你的，你想想，他要是给你找个厉害的后妈，那不得委屈死你啊，对吗？嗯。